没有，我去洗澡。他跟你跑了，他跟你回去了，他快回去了。翟光明去哪儿了？感觉心情非常不好，非常难受。我输了那么大的拔河，我很伤心，就我的钱丢了，也很伤心。都怪我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惩罚我自己。不怪我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惩罚我自己。蔡国明走了，管他了。对呀，看到他有点烦。别说了啊！鸭子呀，我的鸭子死了！人家和这好好，我去闹个天就可以了。跑哪去了？告诉我。你知道这里能跑回家吗？跑回去有用吗？你怎么不第一时间跑来找我嘞？找回来了呀。你从哪儿回来的？啊？不知道。你是从外面回来的吗？嗯。不是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刚才出现在音乐教室是咋回事吗？你在里面蹦蹦哒哒的玩那个风铃是咋回事吗？满脸笑容的是咋回事吗？啊？什么？他跑去音乐教室了？我都弄了，就是我现在脑子是乱的，我风风火火带他们去上课，他在里边，你知道吗？你一玩风铃你就忘记了是吗？那不就得了吗？那我就懂你了，翟光明。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找个事儿转移一下注意力不就行了吗？就不生气了，你不用在那儿纠结。